用这个煮茶太神奇了。我弟弟说他才喝了一天嘴就不疼了。如果你们家要特别喜欢吃茄子哈，那这个茄子蒂可千万别扔，这可是难得的好东西。有一次我弟弟嘴上上火长泡了，疼得连饭都吃不下哈，我妈一看他是长这个口腔溃疡了，就用两个茄子蒂煮水之后泡绿茶，让我弟弟喝了有一天，第二天就好了。这个茄子蒂我们取两个，把它这样撕成小块，加水1000毫升，先大火把它煮开，开锅之后再继续煮10分钟，煮好之后把它晾凉到80-90度。现在我们准备5颗绿茶，用这个茄子蒂水来冲泡，这个茶可以全天喝。如果你的嘴上不小心长泡了哈，而且疼得连饭都吃不下，那就有可能是身体里边有湿毒了。那喝这个茶呢，就可以帮咱们轻松的把湿毒排出来，身体里的湿毒排出来了，那嘴疼自然就好了，很神奇吧？平时都是被我们扔掉的东西，居然还能有这么好的作用。要不是我亲眼所见，我是一点都不相信的。以后如果你们家在吃茄子的时候哈，这个茄子蒂呢可千万不要扔了，就可以把它摘下来晒干，存好留着有需要的时候用。我妈说拿它炒辣椒也是特别好吃的。怎么样，点个关注吧，类似的小方法我还有好多，以后慢慢分享啊。